AI 绘画到底有多离谱？表情呆板的双马尾小姐姐竟直接变身日漫主角，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这就是最顶级的压枪吗？用队友的屁股做支架，稳定度居然瞬间提升，纯纯的游戏还原现实，太酷了。我们切出燃烧瓶，然后按住丢掷，不要松手。这时会看到燃烧瓶上面有火星，我们等待20秒左右会发现。刚才的火星熄灭了。哦，抓个20秒就能熄灭火星，那可真是太神奇了。不过听说拿着手雷抓8秒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，这是真的吗？火遍全网的 AI 绘画，最近各大博主都在尝试，其中的原理就是把图片放置到 AI 软件中，再加入日漫的元素， AI 就会自行生产出类似的效果。不过其他的我都能理解，就是这个僵尸小子看着明明憨态可掬，用了 AI 之后竟然变成了超级型男，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啊。今天我很开心，你们谁笑得好听我就和他处 CP。 为了处上 CP， 最后这哥们真是发大力了，笑得都快断气了，实在是有够抽象。